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，我是谢威宝。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深厚但零散的对流云团现在影响着华南家。而在雷达图像也显示着受到一股西南气流所影响，一些零散的雨区现在影响着广东家。而至于在维港镜头望出去，今天见到不少阳光，也都比前几天都热一点。所以今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上升到31度或者以上。而我们预计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，明天都是会这么热的。而至于今晚去到明天的详细天气预测，是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今晚去到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，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，市区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2度，而新界再高一两度。而至于风方面，是吹和缓的西南风。而接下来几日的天气，可以一起来看看电脑预报图。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，同时亦都受到一股西南气流所影响，华南沿岸接下来这几日都是一些阳光骤雨天。所以我们展望，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。这一节的天气报告讲到这里，下次见。